由江新煌营养师领导的台湾团队以益生菌研发获得国家新创奖殊荣肯定，也拿下发明专利，更在日前到美国波士顿参加全球转译微生物研讨会，与世界知名权威研究机构，包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研究院 NIST 等专家齐聚一堂进行交流讨论，展现台湾优异的生技研发能力，堪称益生菌的台湾之光。台湾益生菌呢，它可以降低肠道的不良因子，增加肠道的一个保护力，它对空气品质的困扰呢，可以做到一个保护，可以调整体质，增加我们身体的保护力。像这样的菌株呢，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在台或是在国际，都是相当少见的。针对台湾人的饮食习惯，保健食品品牌从咖啡萃取菌株研发适合台湾人的益生菌，实力派演员吴康仁也亲身体验。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里面有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空间，里面放的就是鱼油跟益生菌，然后就带着这两样法宝出去征战拍戏了四个月。台湾团队登上国际舞台，展现优秀的益生菌研发能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三立新闻综合报道。